听，来吧。多少次站在屋顶想要跳下，把两个无数次落地姿势要潇洒，撞进地板的瞬间破碎的脑花飞回掉在楼顶，这场雨过后还是不要操他的清洁工的扫把，继续活着背着现实操吧，以为吹着下水道能逃出牢笼，吹得沾满一身腥臭，自认为自由的那一秒钟，才发现这点的围墙更加高耸，这样还能保持笑容吗？防身线不知操纵态 Not only him 没操纵你我，还妄想奋力搏，手上发达的关节可能会断的利落，不分离我在触摸的天空之间，因为那是无限的自由，在灯火阑珊处充满视线的只有阴险的栏杆和满地失守，握紧拳头前进，手上的指尖渴望自由的人在嘶吼，却在钢铁做的天地之间滞留，你说是否救赎只在死后，在这之前我们都是死囚呢？